大家好，是老刘。今天的天气啊，蛮好啊，我要所以还天气还早了，我要看村子里能不能弄到好的宝贝啊。爸爸，来不来嘛？哦，对不对？好，来不来啊？来不来？来，来不来？来，我们吃点。你收了，后边的收了，这些嘞，那五线啊，收我们明天能看到花边啊，老酒啊。你五线哪个？我的是毛结后爷爷，是三十个老家，我的大人哈，大人三个，俺跟着的呀。哎，就晓得，对对对对，跟着的。那以前要我们以前搞了花边啊，我们老师平时在后头说嘛。花边，我是杨启祥。哎呀，十几年前了，对吧？我可是江湖上老混了，没有。啊，要可以，那我看能不能早一点了，早一点，早早早，能不能早了，早一早到地方哟。我老不等这些了，看一下吧。我老不等了，我们先那个，那个，还老跟等我牙齿了。你看到有根树路，你个冬天不去是吧？哦，你去看看。哦哦，哦，这个，看吃了不？啊，哦，这个好，好，可以可以，这个可以，拿给我看一下。这个过来喝。啊，我还在进修的。好嘛，对对对，进修。啊，你这是。这个是一个啊，这垂直式了，这个应该是到了，倒就可以吗？啊，荤可以倒就可以吗？荤跟老早做做可可以倒过了。倒过我，给看一下啊，要能够买的话，你可以卖给我吗？你看，东西还是可以啊，应该是一个青石，青石嘞，东西做的还可以，应该有个200。那个鸡蛋那个嘞？啊，鸡蛋应该有鸡蛋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东西还可以，这点可以杀熟啊，做的好啊，这个。这是还比较完整啊，是一个，应该是一个青石的啊，这个都可以插说的一个说了，这个应该有一个200多年左右啊，应该是清代时期、清末时期的。这个呢，价格一买的，价格呢，价格怎么弄？一个这个鞋子有没有吃鞋？哎，你看他妈怎么我搞了两套，给他们怎么拿的呢？三套两套的，还是大钱啊？千块也不了，2700又。你就说你啊，7-8应该吃不了。吃不了。咱们有个7-8或者7-8左右还可以，这个跟你讲就老实话。但是年代还是多少十九啊？确确实实是一个老东西，一个老。这青石的多少还也没有其他个多少个色，可是刻了一点花啊。价格不也这么高了，又熟一点点了，可以吗？还有没有其他？你看有其他的话，我都到时候跟你一起讲。2700就是没事还有没有其他？你看我手的有什么东西？有你说有花边明天的，都拿去看了，老纸片子都可以了。你看手好多金块，看吧。这个2700的都是啊，这个按我们基本上的人过世用这样子的，这个应该是那个7-8左右。哎，最多出不了1000多、1800左右的，我要感慨一下，因为它是年代多少还是可以。造型还是比较一般，1800。我就是这个瓜，不过我那杨妈子工作主任，我到那妈妈手里，就在娘后妈手里，最骨头面，对，刚切掉不可以，高了一点，高了，切掉不可以，高了一点是真的，反正你愿意买。诚心，我也诚心买，你也诚心卖，是所以说价格就来，1000多、1500还是，到那个1800，最多一个1000多一点，1000或者最多最多。你这搞不干，你能忍得了？你不买个啦？我买不错的。我就收了，这些什么东西都收，你是这个的，你回来了的，我这还认个，那个拿别歪了。哎，好可以嘛，好可以看。我这我老哥在那收上够。都可以看啊，这个我的价格低的不比别人觉得低了，也不一点，谁我一个人可以也不一样。我那可收到1600了，1600来跟你讲多少是吧？啊，这是高的。多少去了？
收上去，我钱不可以了，钱又不可以就干，要多留了不干，因为我家里我已经攒了钱，我然后来填补的一样都可以。那不行，我来你拿给我看，老爸爸的画像拿别过来都可以拿来看啊。啊，那就拿来。还有其他的，还有其他的，你方便吗？有什么？我给他拿几钱？好，你先说人家好了，好啊，好，人家不这样，我去找一下其他的。啊，不行，有你是有什么歪的都拿来看一下了。啊，现在我等一下，等你们呢。我这有点歪了。好，有不是在等我的那是收过来。好，你介绍呀。可以给吗？啊，都拿来看了，不牛你去找一下了。哦，这个是一个。那些，那些有那些母哥哥了。这是一个男。你过来就蛮好的。啊，这是一个男。这是一个，这个丝绸鞋啊，丝绸鞋呢是一个，不知道谁生锈的，谁生锈的。啊，不是十二生肖的，这个金驴摩托出名富贵，也是一个那个小孩子的也在拿来佩戴的那一个。戴戴了，我们都红了。啊，对，对，啊，可以，这个也可以啊。啊，那个外，我拿车怎么去了？拿过来，都可以看了。啊，那个小袋子，那个小袋子到哪里看一下都可以看的啊，都可以收的，到哪里看一下。哦，看一下，对，看一下啊。啊，这个钱我花在这里啊，这个钱。哦，这个年代还不久了，只有个几十年，几十年的，那个应该是个七几年、八几年的，八几年的啊，八几年的啊。几十年。这个几十年要真正一老的话呢，要到民国时期的话就有价值，这个呢就。啊，先保存一下，可能这个是文革时期或者七八十年代的啊。啊，这个鱼对吧？这个呢，这个有个三十多年，三四十年左右，哎，这个多少了？啊，这个老一点，这个呢有八九十年代的。嗯，我说这个了啊，这个真的用最少有两百多年，啊，这个呢也是民国时期的，一个花钱。啊，那么这个玩意儿又不是一代还不久啊，因为太古了。这个钱真的好，我可以不领钱花去。这个有一千五百块钱，一千五百块钱，一千。你不讲话啊？这个一千三百块钱。嗯，这么过来个1600块钱省去啊？这个啊，我的了解的好。我且我做的基本上刚可以，刚个几件事，刚刚又五包，还有五包，1500包了，可不可以？你想花我的包了，可钱又不花十几了，是吧？然后我钱五个人，我带1600。我要好了，都带好了。啊，1600包的就能花啊！不敢花去包台。啊，好的，可以，好的，我本来想是搞个1500吧，要你也花，我也让你花。好了，不是你找的，你这在那外边的呀，你一个人吃。那买也可以买，都可以买，什么东西都可以。卖不错的。卖吧，哪里可以卖都可以卖啊！先拿1700啊，你收一下啊。1700，等于10块钱。嗯，好的，那个买一个先啊。那都是啊，好的，这这块也不好意思啊，反正到时候这可以打个钱，我人呢在店铺里，你有要花费的话，有人民的话都可以找去了，谁卖给我，到时候卖给我啊。啊，多谢包台。啊，感谢贵贵贵老阿姨，我要打点钱，我要给你们店铺一点啊。好，还不错的，然后那个男友他去买个嘛，出了个一顶，对不对？10块钱，8块钱。这样，你要把卫生间啊，这里先挂啊，我去垃圾啊，收不下啊，我就走了啊。